日前曝光的一组王珞丹在菜市场采购的照片中，她或是在摊位前与商贩交流，或是仔细挑选自己中意的食材，惬意自在，十分接地气。9月2日，王珞丹在微博晒出一张脚腕缠满绷带的照片，并配文：经过两周的静养，大夫昨日正式宣布我可以上班慢慢的找一找脚感了，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打着绷带。话说我的绷带打的真的是越来越专业。照片中他整个脚踝缠满绷带，五个萝卜一样的脚趾头涂满红色的脚趾甲油。原本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但是看到十分强劲的大红色，很多网友表示仿佛感觉每个脚趾头都像在咧嘴笑。日前王珞丹微博发文，昨天活动现场主持人请我上台时说，有请韩庚先生、王阳明先生、王珞丹先生。说到这的时候，另外两位真先生已经笑开了，主持人特别不好意思的连连道歉。我笑得前仰后合的说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我都可以。时至今日，终于有人觉得我有文化了，也是难得，哈哈哈，以后请叫我王先生。看来王珞丹这身装扮，就连主持人都不小心看成男生了呀。